蔬果上日语小教室一，水果名的 I U E O。每次去日本买水果都是必定的行程，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又甜又靓的水果，又不识日文水果读音，好像傻仔一样。而今日我就带大家去访寻一个肥仔去日本学买水果的故事。你好像犯了些什么东西？蔬果手？我不是蔬果，是改星级土太郎。唉，我咪煩緊揀譜咯，都唔知點揀先靚。其實咧，日本嘅水果咧，多數都會分甜度高低嘅。咁咧，你而家揸緊嘅圖，以我家鄉嘅岡山為例，一般情況可以分別三個等級嘅，就有 Ace、King、Royal。咁咧，最頂級嘅 Royal 就有12度以上嘅甜度。原來有12度嘅咯，大家學嘢啦。哇，你都好重喎。唉，對唔住咯，係少啲噶啦。喂，但係土太郎，做乜無啦啦帶我嚟睇提子啊？梗係我要介紹下我家鄉岡山嘅鄉人啊。鄉人嘅日文就係 Shine Muscat。Sh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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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uscat。冇錯，鄉人入邊勁啲嘅就叫做 Haleo。Haleo。情王啊，原來係。Hale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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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係。情王就夠甜啦，等甜咗嚟食開嘅颶風又點樣計咧？甜度颶風就叫做 Kyoho 啦，甜度可以去到18至20度。原來都有20度嘅，咁多次先 Kyoho Kyoho Kyoho。嗱，最尾咧講翻正經嘢啦，介紹下當座嘅水梨 Nashi。Nashi， 冇錯。講開梨咧，我就知啦，20世紀梨啊嘛。咁知道日文點講咧？20世紀梨。他不標準，我是日本人。20世紀梨。還有一種很有趣的，叫做新幹線。新幹線這麼熟悉？新幹線。好，你都很厲害。其實新幹線和新幹線的日文讀音是一樣的，新幹線。新幹線。颶風就叫做 Kyoho 啦，水梨 Nashi， 20世紀Nashi，20世紀梨啊嘛，新幹線新幹線，啊，真係好啊，學咗好多嘢咁，學得好喎，幫陣入去買多個啦。其實我冇錢啊，冇錢你仲好意思講啊？冇錢嘅冇嘅日文同埋水梨嘅日文嘅讀音係一樣嘅，都係叫 Nashi。Nashi故事仲未完㗎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